这支影片要测试 iPhone 录影三种收音方式的效果，会测试用有线 AirPod 收音、无线 AirPod 和 iPhone 内建麦克风收音。等一下测试的机型会用 iPhone 10，也就是 iPhone X。现在使用的是 iPhone 内建麦克风收音。今天是2019年5月6号星期一。现在使用的是有线 AirPod 收音。今天是2019年5月6号星期一。现在使用的是无线 AirPod 耳机收音。今天是2019年5月6号星期一。